亲爱的各位朋友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风云 W。今天早上有很多因为李文亮英雄而关注到我的粉丝朋友们，这里我要给大家澄清一下，里面有一段视频是1月29号我和我太太两个人拍摄的原创作品，有很多网友误认为是李文亮英雄，为此呢，我也感到非常的不理解。其实这样的话呢，也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，这也是对我们英雄的不尊重。同时呢，我们也报了警，在相关平台也举报了。希望广大网友再不要转发了。在这段非常时期，希望你们照顾自己以及家人，这也是对我们英雄的最好缅怀。在这里，我也愿施展安息，一路走好。美丽的草原，风吹绿草遍地花，彩蝶纷飞，百鸟儿唱，一湾一水一晚霞，骏马好似彩云朵，牛羊好似往圣洁的诠释，千年万年有，把清凉化作温暖，也是母亲在轻轻的歌唱，化作我爱的眷恋，嗦呀啦嗦呀，爱你的卓玛泉，嗦呀人间，你把幸福撒在那天地。山那边的姑娘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有没有把我记在你心上？山那边的哥哥，我实话对你讲，自从那天遇见你，我天天把你想。在心里直到永远，漫漫长路拥有着不变的心，在风起的时候让你感受什么是暖，一生之中最难得有一个知心爱人，不管是现在还是在遥远的未来，我们彼此都保护好今天的爱，不管风雨再不再来，从此不再受伤。